报告博士，快乐星球的人已经把那个昏迷的地球孩子不平凡给救了过来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想办法把他带回我们 Q 星球上来。是。哎，博士，您让我把谁带回去？快乐星球的人还是地球的人？弱智，当然是地球人啦。是。老狼童爷爷，您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，不平凡醒了。啊，好啊，怎么一切还顺利吧？老顽童爷爷，就是……哦，没什么瞒着我的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啊，好吧，你们去吧，有什么新的任务我再通知你们。老顽童爷爷再见。啊，再见。不平凡离此地35公里，准备出发。哎，我这里怎么显示还有3万多公里啊？方向反了，你去绕着地球转一圈吧，笨蛋。哎，等等我。段宝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跟老顽童爷爷说不平凡只服下一颗药丸？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，不需要汇报。难道说不会对不平凡造成伤害吗？你已经亲眼看见了，不平凡都醒了，康复了。棒棒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老顽童爷爷同意我们做梦的追忆实验了。真的？真的，老顽童爷亲口告诉我的。太好了，耶！小布睡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哦，赶紧睡吧啊。那你说那个闹钟，他以前差点要了咱们儿子的性命，
还摆在桌子上干什么呀？小布说喜欢他，再说了，我也一直没有找到是谁从楼上扔下来的。我找他们去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你找谁去？哎呀，就当给孩子留个纪念吧啊！再说了，就依咱们家小布的性格，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啊。好了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明天就给他摔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哎呀，不生气了啊！快睡睡睡睡觉睡觉。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怎么出去？你不是在说梦话吧？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啊？你们这里是哪儿啊？古代？不对，我好像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这个地方。对了，你们一定是在拍电视剧。电？这什么？古代？你才古代呢，我们这是现代，整一个阿香嘛，你说是不是？心里有数？我心里有数，这下我心里没数了。我告诉你吧，这里是牛庄，你站的这地方叫牛庄空间站。空间站？有这样的空间站吗？对了，是不是跟客栈的意思差不多？差不多吧，空间站应该比客栈大点儿，五星级的，我们家开的。我老爸叫杜长寿，厨子兼老板，老妈叫杜琪燕。杜琪眼儿？你才杜琪眼呢。我老妈大名杜琪燕，人称老板娘，收银兼跑堂的。哎哎哎，还有我呢。这位啊，是我们牛庄村牛村长家的公子，尊称牛公子，我们叫他牛呼呼。牛呼呼，你好。他们家比我们家还有钱呢，他爸爸还经着商，我们家用的盐呢，全得从他们家买。官商。这位啊，是心里有数。你真叫心里有数啊？他们家给他们家扛长活。长工来了，孩子们，嘿嘿，开饭开饭了啊！你们今天说来着了，今天是没客人啊。我给你们做几个菜，吃完以后赶紧上学啊。嘿嘿，我再喝两杯，嗯，好香啊。这孩子我没见过，这么眼生啊？啊，孟州乡下来的，他说他叫……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我叫不平凡。哎呦，这孩子名字好啊！啊，多大气呀、啊！好好好，不错不错。不过呀，我儿名字也不错，啊，叫杜有才，上面有才，下面发财，是不是的？孩子们，吃菜啊！哟，这是哪儿来的小帅哥呀？瞅瞅人家这身打扮，整个一玉树临风啊！谁知道哪块石头缝里蹦出来？有才，你是说他来路不明？哎，不是，我还就喜欢来路不明的孩子。哎，怎么说话的呢？哎，我喝酒，你们吃菜啊！哎呀。
孩子们呐，我杜长寿这辈子算是有福啊！啊，你看我老婆长得漂亮，儿子又有才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嗯，这歌太会唱。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这是在电视剧里唱的。我现在是在古代。儿子，吃。住手！怎么了？我妈妈说了，不能用手直接接触食物，关键是饭前一定要洗手。你妈是皇帝，管得也太宽了吧？啊！哎呀，轻点，轻点。乖乖，家庭暴力啊。这里还有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了？平凡的妈妈说的对，我呀就喜欢讲卫生的好孩子。来来，吃菜。哦，陆爷爷，我们安装的远程监视系统正在起作用。嗯，您看，顾平凡从梦中醒过来了。老顽童爷爷，您不是说做梦是人生理和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？地球人做梦当然是正常的，但是一个人长期做怪梦噩梦，那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没有好处的，尤其是像顾平凡这样发育中的孩子，而且刚刚还吃错了药。棒棒，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？我不该瞒报，应该实话实说。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。一个科学家不仅要有严谨的科研态度，还要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啊。老顽童爷爷，我一定改正错误。哦，最近一个阶段不平凡还可能会有些奇异的表现，你们一定要严密地注意。是是是。我刚才是在做梦吗？那个梦好奇怪啊。饿死了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！快快快快，你呢？小布，你知道妈妈这些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度日如年啊！我可是早就说过啊，咱们家小布那是福大命大，肯定会遇难成祥、逢凶化吉的。我有预感。老爸，嗯，我也有个预感。嗯，快说。今天上午你们经理会批评你。不可能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那是受表扬无数。挨批评可一次都没有过，你的预感肯定失灵。行了行了，别品了，赶紧把牛奶喝了上学去。我没使劲啊。没事没事，喝我这个啊。不用了妈妈，我还要上学呢，要不就迟到了。那怎么行，你病刚好，营养要跟得上，每天早上一杯牛奶那是必须的。还记得我平时给你讲的几个重要的顺序了吗？身体第一，安全第二，学习第三，快乐第四。耶、yeah ！行了行了，别贫了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吃。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？谢谢，我压根就没死。
我的意思是啊，谁把你的病治好了？这个嘛，天机不可泄露。生病还生出天机来了，还什么不可泄露？不平凡，别以为你是英雄，同学们是因为同情你才给你鼓掌的。明白，同学的同，情谊的情，简称啊同情。你生了场大病，贫嘴的毛病可一点也没改啊。上课了，上课老师来了。不平凡，你刚回来落了几天课没关系，回头请几个老师帮你补一补。咱们今天学习螳螂捕蝉这篇课文，你病刚好没学过，不过不着急，跟同学们读读就行。嗯，谢谢山花老师。因为我们家平凡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非常感谢您啊，感谢您的关心。好的，再见再见。Hello, Hi, How are you? Okay, okay, okay. Thank you very much. Hi. もしもし。はい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さようなら、さようなら。不好意思、電話没打完呢。不好意思、来下办公室。啊。坏了。这下要IP了。大概也就是凌晨两点多的样子，病房里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正睡着睡着，突然听见了咔的一声，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我的病床前。我问爷爷，您是谁啊？他说，我乃昆仑派掌门人卓一凡是也。 Stop， 你编武侠小说呢？爱信不信。吴森宝，你少一个立誓。不明白，你接着讲。那个，我讲到哪儿了？卓一凡啊，他说，我乃昆仑派掌门人卓一凡是也，得知平凡大侠有难，特来相助。你还真成了不平凡了，连昆仑派掌门人都认识你了。就是，吹吧你。我叫不平凡，其实啊我很平凡。不平凡，睚子骗子们不见识。你接着讲，卓掌门怎么了？啊，只见呢伸出手。上课了，哎，我下课再给你们讲。现在把要求背诵的课文检查一下，有哪位同学会背的请举手。不平凡，老师是让会背的同学举手。我知道。你会背螳螂捕蝉这篇课文？会背。好，那就有请你给大家背一遍吧。螳螂捕蝉，吴王准备出兵攻打楚国，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。大臣们认为攻打楚国虽然取胜的希望很大，但如果其他诸侯国趁虚而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可是吴王固执地说，谁要敢来劝阻我，我就处死他。有一位侍奉吴王的少年听了大臣们的议论，想去劝说吴王，可是吴王已经下了死命令，怎么办呢？
第二天清晨，他拿了一只弹弓，在王宫的花园里面转来转去，露水沾湿了他的衣裳和鞋子，他也毫不在意。就这样，一连转了三个早晨。听了这番话，吴王恍然大悟，连声说：“对对，你讲的太有道理了。”于是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。好，平凡，你告诉老师，你什么时候背的这篇课文？早读的时候。不平凡，我这么文武双全的人，背了两天都没背会，你一个早读就会了，佩服佩服。平凡，你一个早读就背会了这篇课文？准确的说，我是看了一遍就会背了。哇，传说中的过目不忘啊！看来武侠小说里写的东西都靠谱。看来不平凡一切正常了。是的，可是不平凡过目不忘，预感准确，特别是早上喝牛奶的时候还挤碎了杯子，看上去很不正常。人要是吃错了药，特别是吃错棒棒发明的药，要是能正常，那才叫不正常呢。在新课开始之前，不平凡同学没有进行1500米长跑的项目测试，这是这个学期新增的必考项目。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，你们都要给我达标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明白了没？明白了。很好。不平凡到。对，是。不平凡，你身体刚好，能行吗？我试试吧。跑1500米需要很好的体力和毅力，不要勉强哦。我没事儿。好，心里有数。上起步线，好，快一点，来，摆好姿势，准备好，预备，跑！不平凡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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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知道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吗？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创造者是喜川姆埃尔盖多伊，他是摩洛哥人。1998年7月14号的一天，在罗马的一次国际性比赛上，他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。知不知道这个世界纪录是多少秒？是3分26秒。哇！想不想知道你的成绩？你跑了多少秒？3分25秒。哇！太厉害了！但是，我不信。为什么？这绝对不可能，除非我的手表出问题了。同学们，你们谁带手表了？
好。一会儿我们一块儿计时，我就不相信会在同一时间内出现时间错误。傅平凡，能不能再跑一次？哎呀，没问题，我跟没跑过一样。我看也是，开始吧。傅平凡刷新世界纪录，后果很严重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放心吧，还有我帮忙办不了的事儿吗？又吹牛。不是吹牛，我开启远程控制，给他加点阻力不就行了？不会是和老师故意捣乱吧你？老师，我哪儿敢啊！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的腿就像被捆住了一样，走不动，浑身都使不上劲儿。好，老师相信你说的是实话。谁让你叫不平凡呢？我叫不平凡，其实我很平凡。笑，跪下。腿们自由活动一会儿。棒棒，你怎么总是出错呀？你家的阻力太大了。手误手误。这下坏了，体育老师肯定认为不平凡是故意的。我们还是把远程控制系统关了吧。不会吧，这不平凡不像是专门和老师作对的人啊。上官老师，这是我刚才的亲身经历，你要是不信你去问你们班学生。我信我信。刚开始的时候我激动坏了。我以为在你们班发现了一个长跑的天才。哇哦！球呢？深了，太深了！不明白，你肯定在上面刺骗我。你刚才那一脚啊，球就像子弹一样，嗖的一声从我眼前飞过去了，飞向了。飞向了教学楼，你看啊，老师办公室，你完了。啊！同学们，你们一定要替我作证啊！哎，放心吧，我替你的。我刚才就这么轻轻的一脚，球就飞出去了。嗯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呀！这谁呀？哎呦！来来来来来，谁敢干？
样简单的事情你们都办不成？我是怎么把你们给造出来的？重新定位你们搜索仪的基准系统，不平凡现在的位置就在你们所处的三又二分之一处。博士，三又二分之一处是什么东西啊？弱智，这样简单的问题你们都搞不清楚。你们过了十字路口往左拐，再往右拐，就是不平凡学校所在的位置。嘿，开门啊。你们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找人。找谁呀？找六一班的不平凡。哦，正在上课，等下课吧。那还得多长时间啊？40分钟。啊，40分钟这么久？今天我们讲一个行程问题。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航天技术是非常的发达，我们的神七已经上天，翟志刚也完成了太空行走，那么下一步啊，我们会在太空建立我们自己的空间站。现在假设有两个空间站，一个呢我们把它叫做国际空间站。好，就叫国际空间站。那么另一个空间站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？牛庄空间站。牛庄，好土的名字。牛庄空间站，为什么叫牛庄空间站而不叫马庄空间站呢？因为我在梦里去过牛庄空间站。好，就让美梦成真，我们就把它叫做牛庄空间站。顾云凡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回头向体育老师道个歉，事情就过去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谢谢你，班长。顾云凡，有人找你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你们是叫我吗？对，你爸爸让我们来接你。啊？接我干什么？去医院做个复查。我爸让你们来接我。哎，那我爸爸叫什么？不同啊，我们啊是他的同事，他临时有事要陪一个客户来不了了，才让我们来接你。可是我没听说我老爸公司有一对双胞胎啊。哦，我们是刚到没几天呢。嗯，好吧，走吧。来，胡光，哎，下班了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坏了，还得接平凡呢。看我这脑子！你这当爹的，学校咋放学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先走了啊！哎哎哎，拜拜，拜拜。当然不是，我们要带你去 Q 星球的医院。 Q 星球？对，我们的 Q 博士要见见你。我不认识他，如果他要见我，你们让他来地球吧，我不去什么 Q 星球。去不去可由不得你了。
还能往哪儿跑？你别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就对你们不客气了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招数。我很厉害的，在我们学校我是有名的打架大王。有一次啊，我们学校组织去野营，我一拳打死一只狼。吹吧，小心吹得自己找不着北。我真没骗你们，不信找我们同学问问去。我走，现在就问。不是所有做坏事的人都很愚蠢，你骗不了我们，还是乖乖的跟我们走吧。我真没吹牛，不信我给你们做个示范呀。在来地球之前，我搜集了所有和你有关的信息。不错，你们班确实有个打架大王，不过那不是你，他叫陶华。一看就知道你那资料没有更新，说的还都是以前的事儿。告诉你啊，现在陶华在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哎，你们两个是大人，我是小孩，大人欺负小孩不算本事。别过来啊！再过来我打了，我真打了。让他跑，看他能不能跑出我们的手掌心。我不平凡，可是从来都不打女人的哦。拜拜。我是棒棒，他叫防火墙。我们是快乐星球人，我们必须走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见过我们，好吗？再见。棒棒，防火墙，快乐星球，耶！我是萤火的 flow。小布，
今天不是说好了我去学校接你吗？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我没事，我看学校门口没有你，所以我以为你有事就回来了。哦，哎呀，今天时间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再带你去医院复查吧，好吧？我病已经全好了，不用去医院了。这可是你妈妈的意思。那好吧，我写作业了。博士，那地球的小孩他太厉害了，他就这样一拳，对，他就嗖一下，我们就飞出去了。继续说，继续说。您怎么躺在这儿啊？我没事，你们继续说。哎，你说的那个不平凡真的那么厉害吗？对，他的左拳力量特别大，就这样。难道这个不平凡真的很不平凡？不对，我怀疑一定是那两个孩子在他身上装了什么机关。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对这个孩子更感兴趣。要是能回到古代，像他们那样生活该有多好。耶！我是吴云文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是吴云文，我想想想。